原标题：岳云鹏辣椒酱和老干妈，你喜欢哪个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很多人都是追星族，愿意为自己的偶像买单，有一些明星就抓住了这点做起了生意。我国明星做生意涉及最多的领域就是在吃方面，有很多明星开了特色餐厅，其中有一个明星竟然做起了辣椒酱生意，他就是岳云鹏。那么岳云鹏辣椒酱和老干妈你喜欢哪个呢？老干妈是贵州地区传统风味食品之一，几十年来一直沿用传统工艺精心酿造，具有优雅细腻香辣突出回味悠长等特点，主要生产风味豆豉、风味鸡油、辣椒、香辣菜、风味腐乳等20余个系列产品。老干妈不仅在我国很出名，在国外也很出名，美国大大小小的超市里面都有老干妈卖，价格还蛮贵的。岳云鹏是一个相声明星，近几年来岳云鹏的演艺之路很顺利，成为了一个很受大众欢迎的相声明星。岳云鹏除了演艺之外还发展了自己的副业，那就是推了一款辣椒酱。岳云鹏推出的辣椒酱味道很不错，量很多还很便宜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代言。岳云鹏直接用自己的头像做成了辣椒酱的包装，让很多粉丝都很喜爱。老干妈是我国老品牌了，有很多人喜欢吃。